英国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讲国王查尔斯三世前一阵仔检查确定流感，目前正咧治疗，会暂停公开活动。白金汉宫无讲是倒一款癌症，干那讲国王会继续处理国家的事务。在国家元首的宪法责任，伊嘛未告诉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得到癌症，对家己的治疗是真正面，并且希望赶紧恢复，尽家己的责任。白金汉宫发声明讲，今年75岁国王自二月初五开始接受定期的治疗。伊是前一阵仔伫咧治疗裂布伞背带时阵发现流感，严格并不是裂布伞癌。医生建议伫咧治疗的期间暂停公开活动，严格会照常处理国家的事务。So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king to play his part in dealing with both approving an enormous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giving effect to。Various different instruments from government and through Parliament. So the King will get on with that perfectly happily. 白金汉宫讲，国王会公布家己的病情，是避免大家滴滴摇，也希望大家对全世界受到感情影响的患者有同理心。BBC 报道，国王的感情是早期的阶段。首相苏纳克、国会拢祝国王早日恢复。美国总统拜登也对国王的病情表示关心加慰问。英国王室的成员最近身体拢无啥好，除非凯特一个腹肚动手术，即马人也过伫咧休养。伊昂塞王位第一个成人威廉王子最近就请假顾囡仔，严格八号办事会主持授位仪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